你严惩不法行为。 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军战胜了董卓军，联盟解散后，诸侯各自返回了蜀地。另一方面，逃往长安的董卓遭到吕布背叛，丢掉了性命。在天下混乱不堪之时，各地群雄纷纷开始了行动。最先崭露头角的 是出身名门袁家的袁绍与袁术，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，矛盾日趋激化，诸侯也各自选择了支持对象，划分为两大阵营。但是，即使处于相同阵营，人们也有着各自的心思。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，诸侯们即将展开行动。 请恕我打扰，主公，我为您介绍一个人，就是这位于禁大人。于禁，字文泽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追随同乡的鲍信起兵。 在鲍信与对抗青州黄巾军的战斗中阵亡后，前往了许昌，希望能为乱世之奸雄曹操效力。此时，曹操接到了一条复报：曹操的父亲曹嵩被徐州陶谦的手下杀害了。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，于禁与曹操 见了一面。他率领着自己麾下士兵，前来向主公毛遂自荐。他必定能成为主公一大助力。我个人是如此判断的，所以将他带至此处，还请见谅。你是？我记得，洛阳大乱之际，你是鲍信麾下的将领啊。 是，在下宇文泽。我主不幸葬身贼人之手，因此为求新卓，特来拜会您。由于贼寇蜂拥而至，我主与众多百姓丢掉了性命。如此乱世，必须尽早终结。原来如此。 那我便给你一支部队，由你负责统领。你适才所言，与我的志愿有共通之处。为了让这乱世重拾秩序，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吧，于禁。我于文泽定当严明纪律，恪守规定。
吾来做个示范。 欢迎光临，感谢惠顾。 您要用马吗？ 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 你等便是荀彧和郭家召集来的贤士啊！我名叫满伯宁，修筑城郭，设置陷阱，这些守备事宜，请尽管吩咐，今后还请多多鞭笞。在下荀公达，是个战术家。哦，我军中正缺乏这样的人才啊！ 以典韦大人为首，曹操大人的麾下有许多武勇出众之人，但是要在乱世中坚持到最后，还需要可以活用那些力量的智略。郭家大人、满宠大人、龚达大人，还有我，大家擅长的领域都各不相同，就用我们的谋略。 为主公开辟前路吧。那好。
我期待各位的智谋。我军目前兵力单薄，但军中汇聚了良将与军师，要举兵起事应该也足够了。首先我要诛杀陶谦，将他麾下的徐州收入囊中，说说你等的见解吧。主公，恕我冒昧，请问您攻打陶谦可是为了报仇雪恨？世人若是如此看待，我也无意辩驳。不过征讨陶谦的目的在于其背后的袁术。曹操大人与袁绍大人是旧相识，而另一方面，与袁绍大人敌对的袁术与陶谦交好，袁术早晚必然会利用陶谦吧。寡不敌众的道理我也深知，但是目前正是大好时机，若不能趁机攻占徐州，便无法实现我的理想。您的理想是？拨乱反正，在天下推行新的礼法，为此必须以武力平定当今的乱世。新的礼法？攻占徐州就是为此而迈出的一步啊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只不过陶谦此人生性谨小慎微，主公一旦行动，他必然会摆出交涉的姿态，同时还会派士兵绕到后方确保退路。如此一来答案就很简单了，届时侧面守卫薄弱，我们便进攻那里。陶谦一定会慌得手足无措。那就根据这番设想制定战术吧。荀攸，说说你的想法。遵命。首先我们可以出兵镇压青州兵。青州兵就是在青州活动的黄巾军余部吧？但这与攻打徐州又有何关系？陶谦一定会把曹操大人的动向和复仇联系在一起。正如满宠大人所言，陶谦小心谨慎，他应该会为了辩解而亲自赶赴前线。若能在此诛杀陶谦，自是最好的结果，就算失手也能阻断陶谦的退路。如此一来就可以派别动队从侧面进行夹击。有趣，那就采用这条策略吧。今后我走的这条路上必将染满鲜血，但是这都是为及早终结乱世而付出的代价，希望各位做好准备，随我一同前行。出发吧，首先要诛杀陶谦，拿下徐州。曹操只顾外敌，疏于防范内部。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，在阵营内观望情况的人。既然如此，现在正是良机，就让我陈公台的名号响彻天下吧。我要诛杀陶谦，将徐州收入囊中，请诸位各展奇才。此地的黄巾军余部之中高手云集，最好能在击败后使其归降，以增强兵力。话虽如此，我们并没有太多时间，只要能多少拉拢一些人过来就行。
喂喂，成功归顺我方，希望最好能将剩下的人也拉拢过来。何止是武器，你的铠甲功夫也如此厉害，请原谅我的失礼举动。黄金残党只剩下最后一人，希望他也能归顺我方。还挺厉害的嘛，嗯，我倒是可以认同你的水平。没想到能遇到你这么厉害的人，我们决定了，我们要随你一起走。节操自然可以取胜。做得好，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走，成功占领此地。不好办了。Yeah!
于文泽成功占领此地。陶谦的别动队正在山脚活动，希望在敌人汇合之前将其击破。来负责防御吧。不去，这下根本无法帮助陶谦大人，还是先行撤退吧。只要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干得漂亮。此地此地，他说要为之前产生了误会而道歉。哦，什么相救，这下你得加把劲了。
大家一直在徐州安稳度日，直到曹操大人率军来袭，此等威胁无辜百姓的行为，我无法原谅。曹操大人，不，曹操，受死吧！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干得漂亮！节操自然可以取胜。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，这样的才能真是令我惊叹不已。我于文泽成功占领此地，
已经被陶谦军控制住了，要想逃往对岸，就只能铲除他们。一切都是为了结束乱世。无论他人如何评说，必须坚持完成。用武力降服一切，这就是曹操大人的做法呀。完全不听我的辩解，这些虚招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静仅凭私人愿就起兵进攻，真是看错人了。徐州绝对不会交给你们。那么，只能连你也一起击败了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夺下此地。顺利控制住桥梁了呀，开始向着彭城进军吧。只要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刚想辩解说无意杀害曹操的父亲，似乎就被敌人给杀死了。曹操还是无意放过我们，我还是逃了算了。虽然我有意避开战乱，但现在我痛下决心了。憎恨的支配下掀起战火，徐州绝不能落在这种人手上。您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以恩怨践踏徐州，给你这样的人，天下谤议纷纷又有何惧？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继续前进。虽然对付刘备费了一些周折，但是陶谦的战力已被大幅削弱。敌人的动向正如蛮宠大人和荀攸大人所料，有军师在，居然能让战斗进展得如此顺利。对我等的帮助比想象中更大，攻陷徐州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。报告吕布来了，兖州遭到了吕布军的攻击。吕布，想不到会在此时到来。随着吕布的进攻，兖州各城相继造反。夏侯惇大人和荀彧大人得到此消息后，已经先行赶往兖州了。造反？负责守卫城池的人背叛了主公。不祥的预感果然源于吕布。伯父没事吧？没想到吕布会趁现在攻打兖州啊。不过他只是个有勇无谋之人，原本不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。吕布一来他们就造反了？不是因为害怕而投降，而是突然选择背叛？
不对劲，这场闹剧的背后肯定有鬼。有人在暗中作怪。攻陷徐州已在眼前，但事态紧急也顾不得了。火速返回许昌，将那可恶的吕布赶出兖州之地。报告，定陶陷落，李乾大人被杀，兖州的城池几乎都被吕布军占领了。伯父，等着瞧吧，我一定会为您报仇。只剩夏侯惇和荀彧所在的鄄城了，必须尽快派援军前往。且慢，曹操大人，鄄城有他们二人驻守，应该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吧。荀攸，你也是这样看的吗？是的，我与郭嘉大人意见一致。首先，应夺回定陶。好，那就首先赶往定陶，待夺回定陶，去鄄城救援夏侯惇等人，最后再去攻打濮阳的吕布。出发，从吕布等人手中夺回兖州。前进！有谁胆敢阻拦驱路，全部斩杀！受不了你的做法了，曹操，我也追随吕布。背我而去者，我向来绝不轻饶。全军突击，诛杀张邈。说得好，这个表现我会记住的。会在这里倒下，看来是我不该背叛曹操啊。降了，只要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张邈已死，趁势赶往濮阳，与吕布交战。必须赶上我，我宇文泽成功占领此地。
是吕布大人的地盘，还不会交给你们。天空，即刻离开定陶马。之前吧，只要向后退让一步，我们输了，死守下去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节操自然可以取胜，我们成功夺回定陶了，就这样继续前进吧。绝尘的敌人，一鼓作气完成攻击。是人枪，现在正是横扫敌人之时，弟兄们前进。绝对不准临阵逃脱，只要死守此地。加强防御，只要我能活下来就还有救。可恶，不能攻下城池啊，暂时撤退，重整旗鼓吧。把敌人在这里解决掉，他需要我们舍身。兄弟，可恶，抵抗住我们的攻击了，全军撤退。到目前为止还算撑得住，如果接下来吕布出马，那就要进一步调整策略。嗯，这就看你的了。夏侯惇大人，我的一只眼睛算得了什么，反正肉眼只能看到面前的敌人，你们军师不是能看透整个战场吗？
战斗时，就拿你的头脑当眼睛吧。愿意效。也好，先把吕布他们消灭掉。多谢你出手相助，接下来我们也转守为攻吧。陈通，一群毫无道义的野兽，我绝不会放过妨碍孟德之人。只要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哦，你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。士们，这座城已经属于吕布大人，请迅速地撤离此地吧。这个叛徒竟然厚颜无耻地出现，这里是主公的地盘，速速离开。我绝不会在此退却，我会拿出真本事。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哈哈，其实我也没。敌军竟然已经攻打到这里了，必须尽快想出对策来才行了。对付这种小卒还用什么策略？我去杀他们个落花流水。你是作战要地，一定要坚守到底。破城送给你们吧。好，我们赢了。哎呀，夺回了濮阳真是松了口气呀。我们顺利地从吕布手中夺回了兖州，夏侯惇和荀彧都功不可没。哼，说那些都没有用，毕竟让最关键的吕布逃跑了。不，夏侯惇大人，纵观全局，吕布并不是关键所在。问题在于吕布一呼百应，兖州各地的城池相继造反，
曹操大人在徐州一战中展现了实力，但是仅凭于此无法获得天下万民的认同。您是这个意思吧，荀彧大人？正是。单靠武力并不能获得万人敬仰，我们需要正当性，也就是大义。就像镇压反抗汉室的黄巾军时一样，就像为了讨伐欺压百姓藐视皇帝的董卓而举兵时一样。原来如此，只要展现出大义以及实力，就可以获得天下万民的理解吧。报告，献帝摆脱了李傕、郭汜等人的掌控，正在洛阳求救。来的可真是时候啊。主公，我以为眼下该当应命驰援保护皇帝，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正义了。可是如果要救助皇帝就必须赶快，各地诸侯应该也有相同的想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准备完毕后立即前往洛阳。我说荀攸，你明明是个军师，怎么总是不说话呢？军师不是应该不用有人来问，自己就去向主公献计献策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典韦大人，荀攸大人也有自己的考量。他曾经因为同伴泄露计策而锒铛入狱，因此现在才会格外小心谨言慎行。他这份贯彻始终的稳重也是长处所在。可是啊，就算要谨慎，我们军队里根本没有人会背叛伙伴的吧。我们刚刚遭到陈宫大人的背叛，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啊。是吗？还真是的。怎么说呢，真让人难过呀。吾来做个示范。哦，曹操大人，您来了，陛下一直在等您。前日董卓作乱，不料洛阳如今竟荒废至此。洛阳如此景况，天子在此必多有不便，而且陈郭休憩困难，也不利于防御，不如请陛下移驾许昌，可保无忧。许昌啊，对陛下而言洛阳充满了各种回忆，但是现在也考虑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会立刻奏明陛下。报告，李傕、郭汜已在洛阳西侧布阵，部分士兵已经进入洛阳城中。什么？那群可恶的逆贼竟敢再次前来惊扰圣驾。董承大人，当前事态紧急，请火速上奏陛下，尽快起驾离开洛阳吧。孟德，袁绍军就在虎牢关一带，由颜良和文丑担当先锋，似乎连遮掩的打算都没有了。
他们是想趁我接到陛下时，用武力将陛下强行夺走。难为袁绍准备得如此周全，如果能突破洛阳西面的李傕等人，就能绕道前往许昌。蛮宠，南面情况如何？南面驻扎着白波军出身的杨凤大人的军队，我记得他曾经是李傕的手下，但据说他是护卫陛下至此，或许已经自立了。说起杨凤大人本身，虽然名声不佳，但是在那支军队中有我一位旧相识，我认为他的战斗力是大可以期待的。哦，你的知己呀，此人姓甚名谁？此人名为徐晃，是个热衷于提升自我的怪人，但是其为人足以信赖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好，蛮宠，那就去请你的这位知己吧。当前我军后有李傕，前有袁绍，今后很可能还有其他敌人袭来，但是绝不能容许他人夺走陛下。所有人随我来，一定要将陛下平安送至许昌。陛下，臣曹孟德参见，敢请陛下移驾至微臣的领地。途中或有险阻，臣愿先为陛下开路，请陛下先随臣到洛阳的安全之地等候。哦哦，你来了，朕的一切都托付给你了，有劳了。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是谁。怎么也甩不掉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将其击倒了。厉害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已经确保安全了，继续前进。这么华丽的马车绝对不会错的，乖乖的把皇帝留下来。不到之辈，被受死吧。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竟要空手而归。已经确保安全了，继续前进。去吧，这样洛阳的安全便有保证了，此后只需打通去许昌的道路。击败敌将了，做得好。
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陛下在此地可保安全无忧，请陛下与护卫一起在此地藏身，待臣开辟道路完毕，自当来迎接陛下，还请陛下暂且忍耐片刻。嗯，有劳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与皇帝的不仅是郭汜与袁绍，必须尽快将皇帝送到我的领地。任务成功是必然的，必须继续振作精神。漂亮，真是厉害。我宇文泽成功占领此地，前进前进，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。此地，竟然特意选择窄道，真是太不小心了。就让我的兵器部队来华丽的对付你吧。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啊！附近有战斗的声音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必须参与其中才行。少大人，一切顺利，这都是拜您所赐。
走，成功占领此地。适合保护皇帝，阿天，快快把皇帝交出来！曹操军啊，我一直在等着你们呢，我们也来一起出征了。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，将目标定在那里，一举攻陷，挫败敌人的斗志。是时候出发了吧？占领那个地方，看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袁术大人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没必要站下去了，撤退吧。袁术大人，实在抱歉。没想到曹操军竟如此兵强马壮，看来皇帝真是找了对厉害的护卫。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坐拥精兵强将的曹操，将皇上接到了自己那里，这种做法和李傕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曹操能这么做，而我就不行？我要杀了他，将皇上夺过来。杨凤大人，为什么你要背叛？看来你是有意取代曹操大人的。那么，现在杀掉你才是上策。杨凤老兄，我来帮忙了。现在只想久违的大闹一场。快饶恕！我还要去迎接皇上。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您的表现真是太精彩了，让我胆气为之一壮。那些人手中似乎拿着与他们并不相称之物，他们夺去了帝王珍宝，你去抓住他们，让他们把东西交出来。好，好吧，宝物还给你，拜托请饶我一命。你是人头。宝物还给你，拜托请饶我一命。
我。好吧，那就还给你好了。王，果然是帝王珍宝。快点，继续找回其他东西吧。你做得非常好，宝物所剩无几。接下来也拜托了。原来还有其他人盯上了帝王针。兄弟，住口！这件东西是我的，才不会交给你。还是保命重要。宝物就随你处置吧。哦，你敢来了？你做得太好了，总算夺回所有宝物了。只要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看得我都有点迷恋了，我在说什么呢？真正的三国无双诞生了，真是太感动了。道路似乎还未开放，就没有人帮忙削弱敌军兵力吗？或许可以使用宝物吸引敌军的注意，为了保护龙体，只能这样做了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掉在了地上，看上去全都是值钱的东西啊！让开，这些宝物都是我的。只要守住节操，自然可以取胜。
听说啊，曹操军似乎在对面撒了不少宝物。什么？我也想要宝物，我们快去那边吧。此地此地你一定无法承担守护皇帝的重任，曹操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原本初吧。断然不可，要实现我的理想，陛下是不可或缺的。为了自己的野心利用皇帝，想到你居然与董卓是一丘之貉。袁绍军的增援从对岸攻来了，一定要将他们堵在码头。竟然防守不大适合我，但是既然要做，就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
袁绍军的增援从对岸攻来了，一定要将他们堵在码头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。武者是那里，上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居然让曹操抢先了！不要生气，好，自然可以取胜。哦，你战斗情。现在就来援助曹操大人。区区曹操不敢将陛下放在自己的地盘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联想平安穿过此地，如果你们愿意奉请皇上，倒是可以考虑。道路顺利开通了，是你救了朕，谢谢。臣愧不敢当，陛下平安无恙，乃万千之幸。陛下，臣等正在加紧营造工事，请陛下銮驾暂歇，以待完工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曹操。如果朕的力量再强大一些，就不会引发这些问题了。不过，你为何要出手救朕？朕不过是任由董卓等人摆布的无能皇帝。臣所欲者在于终结乱世，为此陛下的力量必不可少。朕的当今世界，诸侯跋扈纷纷为私欲奔走，天下已成群雄割据之势，若无人加以辖制，更新礼法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制服群雄，平息战乱，需要智谋与武艺，而安抚民心，则需要陛下的权威。你是想与朕一起终结乱世吗？被董卓拥立称帝后，朕一事无成。不，应该说朕没有主动做过任何事情。但是现在朕也有了自己的应尽之事，曹操，朕愿意尽全力协助你。是，陛下厚意臣敏感于心。曹操从长安救出皇帝，并把天子迎入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。通过拥戴正统的汉室天子，
获得了大义名分。另一方面，两大阵营中的袁术逐渐陷入了劣势，他在焦急之下做出了大逆不道的暴行，他夺取了孙坚手中的玉玺，以此为凭妄自称帝，鼓吹自己才是正统的统治者，要求诸侯臣服。然而此举为袁绍讨伐袁术提供了借口，袁绍指责袁术为逆贼，开始了讨伐袁术的行动。兖州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富饶，吕布军引发的混乱也比想象中结束得更快，这都是多亏了有陛下的权威啊。陛下的权威的确功不可没，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屯田制的影响吧，让士兵在休战时耕种田地。曹操大人果然英明啊。大家都在开心地耕田呢。孟德，你的风评似乎也越来越高了，各地的将才和士兵相继汇集而来，现在曹仁正在整编队伍。这可太好了，天下人都知道主公有多么了不起了。关于这点，我有一事想要报告。刘备出现在了聚集而来的人群之中，据说刘备遭到吕布攻打，被赶出了徐州。他会来到这里，应该是想要卷土重来，希望与曹操大人共同迎战吕布吧。刘备啊，荀彧，你认为该怎么做？比起礼法，刘备更重情义，他与曹操大人并非一路人。荀彧大人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但是刘备深受百姓的爱戴，如果拒绝就会影响曹操大人的风评吧。现在背离民心并非上策，相反，如果接纳刘备予以厚待，就可以向世人展示曹操大人的气度吧。这次便采用郭嘉的意见吧。孟德，我反对。正如荀彧所说，刘备与我们水火不容，应该在他羽翼丰满前解决掉才是。确实，刘备曾在徐州协助陶谦与我为敌，但是他那吸引人心的力量未必不能为我所用，这与才干高低无关，纯粹是他的天性如此。再者，若能将刘备纳入羽翼，他的结拜兄弟也能编入我等的队伍，如何？夏侯惇、荀彧。明白了，那就依主公所言吧。夏侯惇，我要见刘备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好吧，你还是那么顽固。典韦、许褚，你们要盯紧了刘备带来的人。曹操大人，你究竟为什么如此厚待于我？毕竟刘备过往曾经与你为敌。我当时是和陶谦作战，对你并无恨意。
假设敌对者全都要杀掉，天下就没有人了。如果那人是个人才，就更加可惜。然而，如果你是与我一样的英雄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失礼莫怪，英雄二字可不敢当。你看看我，一声雷震都让我吓了一跳。哼，刘备，我知道你我心中都有自己的目标。吕布被吾等击败后，一路逃往了徐州。此时刘备受陶谦之托，负责守护徐州，至此吾尚能理解。但是吕布从刘备手中夺走了徐州之后，刘备一度被赶至小沛，而吕布竟然帮忙调停了袁术与刘备的对立。如今吕布再次将刘备赶出了徐州，这一连串的行动着实令人费解，他的行为真是毫无逻辑可言。吕布追求的只是战斗，他不会像曹操大人一样放眼未来，至少我这样认为，不知荀攸大人有何见解？我与郭嘉大人看法相同，应该是煽动吕布的成功一直献计，但是吕布并未理解他的真正用意。哎呀呀，现在的吕布简直就是天灾呀，没人知道他会在何时采用怎样的行动，不过正是因此才需要做好准备吧。啊，原来如此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总觉得不太踏实，这到底是……李典大人，你有什么担心吗？对不住，我也想说清楚自己的感受，听到你们说的如此条理分明，我真为自己无法清楚地解释直觉而懊悔。要是能讲清楚，一定能派上大用场吧。